艾伦哥，你需要先帮助黎峰峰哥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两个点位。艾伦哥的第一投，没有问题，太轻松了。底线的三分点位，亚洲第一后卫，哎，完成，你需要再完成一遍，开始你自己的顺序。哦，很可惜，林书豪，哎，真准，这是真准。哦，轻松愉快，踩线了，豪哥踩线了，没有，踩一下你看。没有，哦，连中六球，哦，这边来到最后一个点位，完了，心态崩了，艾伦心态崩了，我们不会输的。亚洲第一后卫，哎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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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手感来了，嘿嘿，加油！我要跳一段，简单简单，不要浪不要浪。浪也可以进，浪也可以进。哎，没问题。至关重要的一点了。哎，两边都到最后点位。JT 对阵龙骑士，加油加油，他没有，我觉得豪哥没有投篮机会了，我这一次结束了。再见，哇，没踩线吗？裁判你过来，裁判你在这来了！哦，艾伦，哇哦，这么正，这么直，徐航，徐航。现在请四位明星领队回到更衣室，所有球员原地等待。这世界很酷。